好，以往在国外才有这个松露拍卖会了，在台湾首度举行拍卖，法国运来60棵新鲜白松露，市价超过100万，起标价格一公克就要400元了。而像是很多很久没有露面的这个财经大佬，像是呢国泰集团的蔡成南，还有呢这个许胜雄，通通都到场了。得戴上手套才能碰，因为眼前的松露价值超过100万。台湾首次举行松露拍卖会，从法国运来60棵新鲜白松露，起标价格一公克就要400元。昂贵的松露吸引来的是身价更高贵的政商名流，连近来低调的前国泰信托理事主席蔡成南也难得露面。高档都是靠请客比较多，自己比较少来吃，我们都在家里吃，逛大观园是不是啊？哎，好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纯粹就是朋友，因为他们这样子，我过来看一看。不止向来讲究美食的蔡成南对松露情有独钟，包括金人包董事长许胜雄、大同集团林蔚山、三日喜馆的邱泰汉、搜狗黄晴雯，还有丰年果糖董事长，全部都到齐。光是大老板的总身价就超过2500亿。最后得标的是他李克精品的董事长翁素慧，这块不到掌心大小的松露花了他将近3万块。它那种浓郁跟那个迷惘的那种感觉，而且那种香气，很好的这个餐厅嘛，所以想说一定要来捧场一下，来见识一下。其实松露价格年年攀升，以顶级白松露来说，去年12月一公斤折合台币约40万，今年初已经到48万，短短一个月就涨了20%，也难怪大老板们就算没有出价竞标，也要来看看这个身价不凡的饕客。陈志炫、娱乐人小凡台北采访报道。